啊，自然来海头，我袂使来大转变啦，大是有兴趣啦。海头后过来摸看，摸看我讲卖卖卖卖，安尼啦，无恁大卖。啊，来最后就两百三百只啦。哎，两百啊。差不多啦，帅哥。好来，我即卖客个只个物件较贵啦，啊，我客个嘛。即日本的 A 五好牛啊，有啥物啊？只日本 A 五的好牛，日本的哦。来要吃的人叫唔免三千啊，一千五啊。三千哦。有哪要吃啊好个无？一千哦。我来讲啊，只要少年家啦，只要少年家捌去食烧肉店的拢知啦，干来即个好牛点上桌拢五六百。我来讲啊，两盒啊，绝对破千啊。三个价钱啊，只日本好 A 五好料，会当加看，规个加看拢无要紧。新价钱的一千五块啦，一千啊，我一包够你啦。你若食这日本 A 五的，一包够你啦。应该全岛上无迄个烧烤店一包好料二啊五的吧？我一包过来，一个人加五包，只日本 A 五的三个价钱一包两百块得嘞，全部无啊，我加一包啥哩？优惠你家己看，这就是日本，我来讲。啥物叫牛肉食了入口即化？这就是啊，你食好嘛？一包够你。一包够你一千来，一千哦！来个人要食日头钱，来头钱哦！相信我，啥物叫牛肉？入口即化就是好料啦，五百了，最后一个五百，啥物也配合了。你啊一千啊，讲唔对啦，最后一千啊，歹势啦，讲唔对啦。讲唔对啦，莫安尼啦。我三姐。最后说五百，五百，你别走路啊，走一走，再带到二个啊，一千最后一个啦。讲唔对，莫安。五百就好啦，五百啊！两个人叫公家啦，五百，食袂了，卖跟我闹啦，真正好物件 ，A 五好料啦，五百，来五百啊，五百啊，食啊好个啦，来边啊，最后一个五百，我甲你困求者，卖跟我闹去三百，我甲你拜托，我甲你困求者，是我好意啊，最后一个五百啦，做咩啦？食啊好个啦，一个五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两手好啊嘛，简单嘞。哎，还有箱子啊！箱子几个？两个咩？你讲的，下一件，下一件做咩啊？好啦，我最后去收啦。是你下讲过来，我袂卖啦，我自摆过来，我自摆卖了，我来卖车啦。该你处理完好啦，我下个你甲处理完慢。哎，地址啥物啊？我甲你讲。我记啦，我来处理得啦。我来处理得啦，我记啦。你即马公司做啊，你办活动啊，哦，你就无爱处理了，无事。没啦，没啦，没啦。来，有人要食花枝台无？这个钱的，我食四菜干三地外号百块啦。该，你今个老哦，你地址姓门电话地址是啥个老？我无法落去啊。来，今日要食花枝台，先办，免三百，免二百块新价钱，一百了。来一包。该，你来要个对价，啥物你要甲讲者？你讲啥物要优惠一百块？一包够你，一条够你，一条够你，一条够你。这全部十块，唔免三百，二百块要一百，要等。来一百来。一百了，真正的做好起来。一百哦，来只，坐只。过来要吃无？一百块了，花枝台。有啊，来叫左边左边两个，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九块十块一百。我带做迄贵了，多干。要吃花枝台无？一百。最好吃啦。你讲要食鲑鱼，鲑鱼全部几块？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八块、九块、十块，一百块人要吃嘞，无要钱嘞，无好好吃啊！有啊吼，有啊，我收起。恁到底要食啥？我讲话。系啊，慢慢想嘞。花的钱先收收嘞，啊，剩的话处理。花的钱收收，啊，剩的话用啊，直接收掉。好啦，我最后来卖一寡物件，恁吃啦。你有特别要食啥个无？还是要甲画综合标，对无？收起来啦，画综合标啊，甲我送去。想啊，搁你袂先，人家来啊，要画综合标落去，吹落去，搁你插插去。综合标要来几多啦？一千来。综合标一千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炒羊肉有啊？无，大我炒羊肉好食无？哎，你问这个人家，这包羊肉足侪人家来学落个。牛肉无啊，剩牛肉，还佫有猪肉，猪肉剩一份三百。牛肉，你要偌济？两百哦。好，你若这炒羊肉，你若要食食看卖，四百两百，你会当炒看卖这沙茶羊肉。佮若要炒羊肉，无两百块了。有啊吼，好，好，恁这人家卖啥准备啊？十点半啊，一千块钱，你收几个？来，一千块钱。来一个。我这个先卖一个，总你要食唯一档的人家先一包啊。来，多你炒两百。你一包啥物啊？伊迄两包，伊迄两包搁啥物一包？啊对啊。
啊，一包真好吃。鲑鱼两块，两块也包一包。你干了没？大鱼。哦，羊肉要两包哦。你羊肉你买羊肉你来行啦，我买一份，你羊肉炒炒你吃，你好了。OK， 没问题，一包我先跟你说一下。嗯再一包，再一包。来者，听到哦。OK。呀，再一包。一包，一包。中午啊，嗯，叫分个钱。哦，你一千个啊，大海走啊，大块钱啊。叫分个钱。谢谢你。哎，你那个电话是到底上，我还没来。我一包米糕你若吃，俄罗斯你会搭钱。一包叫麻油，麻油鸡的米糕，爱吃。我来讲，我要招六个，我要招只。先给钱的先给啊，来请你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给你啊，一千五。来收一个。一千五啊，给你一千块。来七块，七块吧，加。谢谢啊，英达，你也感谢恁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恁，感谢恁。啊，来去啊。谢谢，你也感谢恁，感谢大，谢谢，你也感谢，感谢。来，加了，加了。一千块上面。但是这包水饺我就，我来继续行，我去买个车，七八十只也特别欢喜。来，你好啊，再来当车，一千块啥物啊？哎，减一包啊，四块。啊，这话恁讲哦，小龙这减一包，我补做介绍同款，一千块啥物吃？一千。来，收一个。一千有两百下无？一千。一千啊！韩式炸鸡搞过啦。遐来无？你够浪费。够浪费。韩式炸鸡搞了，一千块了。来签啊，收一个。这边就是叫你吃欢喜的，一千块。一千块我买来，来，社会办法加了一千。我还讲我今麦化妆，我不要一千了，你紧买啊。可能加。哎呀，加这个你吃啊，一千啊。来签了。一千上买啊，一千啊。不给一包了。鸡薯条啊，甲脆了。鸡薯条。对了，加你后边鸡薯条，我叫我放。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。一二三，再拿套四包片，一千块一条，可以，一千两。一千啊！一千块要来无？中目标一千。收一个，来四包了。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。我叫四包。四包，一千块要来无？一千。哎，一千啊！来，减几包，哥哥。二四六，来给七条片。这四条减几包，我再送给你吃。来，一千啊！收一个。一千啊！我一大家吃，可以，一千啊！钱来了，我钱来了。一千啊！一千哦！这边就是叫你欢喜的，来一千块来，一千块。哎，一千哦！做到咩啊？无一千，一千来，这个鸡腿哦，来加了，这个鸡腿我请你吃，三片。哎，一千哦！这个鸡腿我一千块，我讲就一个价钱一千啦。哎，一千哦！我一个一千，一千块。一千啊！一千都来了。收一个。来是，你去啊，那个冲肉馅面去。等一下，我还讲，我昨天看到过来了，买牛肉，这牛肉无，这牛肉你炒好嘛，就吃一包够你，一包牛肉够，来签了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一千啦，吃欢喜，一千块搁一个，哎，收一个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人就听好啦，八个人就一定给你买断个，你搁摕一个他个，八个绝对给你买断个啊，来啊，来所有物件过来，减二包，这一包。一包来，全部我重复过一次。我来讲，绝对有恁八种的来。
鸡薯条个，还是炸鸡个？对了，十九有恁爽，搁啥物无？一个无一包菜，对啦，咸鱼吗？有啊嘛。有啊。我放几包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。米糕无？米糕无要加啥？来给给句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做完后打。那边啊，这边绝对有恁八块，你要彩虹三包给不要捐款。来，菜刀贵老贵了，打好给你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加一千块。一千了。打了，我都收八块了，对啊，一千来啊。要我这个，我都满意了，对啊，一千来。来，进来一千啊！全部拢好起来啊！不能爆啊！一千来。一千块要来无？一千啦！我甲你讲，只要你现场一个人提钱出来，我绝对给你欢喜上个。一千啦！一千啦！一千啦！只要我搁一个咯，搁一个人提钱，我一千。一千啊！来两个。一千啦！两个。我再来处理，我最后处理了，好不好？后边搁有啥物？三个。来一千咯！薯条给给给，八包给。三个啊！一千啊！八包起来，我睇下一千，其他全部人都欢喜咯。四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八包，我加较贵哦。你这包是啥？这包是番薯、番薯，这包较贵，不是脆薯。这包够你一千几个？我是三个啊！买这真正好，真正。这卖豆都足贵，一千啊！三个啊！一千够买来无？一千啊！一千块要吃啊？无一千。哎呀，一千块是平均价格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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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包一包加加。恁迄个来，一日三十个，我要加三包，我一包低包，你加，你低包是要加了。